想插几度呀，别去问，你只管觉得舒服。从大脑心脏想插几度，冷静被热烈和完美的说服。我们像冰川火山在相反刻度，害怕是迷人的叙述。两者还能容得下任何的倾诉，让我们享受甜蜜冲突。你觉得未必要彼此同化才算爱不是吗？用着冷茶却开出一朵花，相遇就存在那一刹、就已经比永恒漫长，不是吗？从真心到真心相差几度，牵住衡量你的温度。从冰桶到滚烫相差几度，你出现融化我的世间万物。我们像冰川火山在相反刻度，越害怕这迷人的悬殊。享受甜蜜冲突，你知道未必要彼此同化才算爱不是吗？用着晚茶却开出一朵花，我知道冬天也能爱炎夏，浪漫不是吗？哪怕相遇只存在那一刹，永恒漫长，不是吗？